哥哥打吗？对。敢不敢？敢。敢呐。弟弟轻点哈，哥哥轻点哈。你弟弟比你小。确定要打吗？拳拳浩浩呢，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，我觉得拳击确实不错，可以锻炼小朋友的敏捷、勇气、力量啊，我觉得各方面都能够得到锻炼。但是我们的运动不是只有拳击，我想让孩子们了解，我们还有别的运动，勇敢就可以了啊，不一定要打得很重，听到没有？啊，你很勇敢，锻炼一下，玩一玩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你是哥哥，你要跟他玩的话就跟他玩，你别用力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准备好没有？好了。大声点说，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好。去碰拳头吧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哎呦！好，不站，裁判，快点，裁判！没关系，哎呀，起来就我哪有这么严格？继续上，上，小心！哎，对了，哥哥让着点，别怕，看着哥哥，别怕，眼睛看着，不要眨眼睛，眼睛看着你的对手。萱萱从小就有天赋，力量特别大，协调性特别好。那弟弟就没有，弟弟呢就看起来比较瘦小。突然一下从亲兄弟一下子变成对手，然后两个在上面互相搏斗，这种感觉虽然看着他们是在玩闹，但是对他们来说的话，可能他们就像是一场比赛一样。我帮助你好不好？对。哎。哎，还没有到一回合吗？一回合到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休息完。到了，好，休息。你很厉害，你很厉害。痛不痛？被打到没有？啊？妈妈看一下，被打到没有？哥，打到这里。打到哪里？哥，打这里，被哥哥打这里。打了两个地方啊？痛不痛？还打不打？不打了。对，不打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不打了。好。那还打不打？会。